大家好，王尚荣，几个跟着外甥又去揍我妹妹的啊，赚个小外快，摘不摘？得去那揍的。不是，关键是咱上地上卖的多快啊，到那都光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地上到那也得快呀、啊、快，只要有人要，咱都去卖的，是不是？反正咱俩走这个门门，我觉我是赔不了了、这个。他们得给咱钱，多少得给咱钱啊？多少得给咱钱？对，只要是能算清账都得啊、嗯，是不是？不多找个人家的钱都赔不了。对，好好再早点去，早去早回。咱这个好，你看，咱这谁能好？谁也好，主要是。你看这衣裳多舒服，可不嘞？看这衣裳多强。每年走这个门门，这个门门能干。每年我一个为人民服务，一个还是能挣个买个菜钱。这在这卖了一个星期菜钱够了，好、哦、吃不了，根本都吃不了。他爷到了，能逗我快门门？能。哎呀，来。这个门门好走，他们给咱的不是咱给他们的。你当然借吆喝的了，来，吆喝都来了。走了，准备把钱账。那是退不了他们的钱。好，来，出发。出发了。拉的不错，拉要没多少，一会儿我都回去了啊，马上都回家。哦，这来这都给你扔个是吧，外甥啊？一分钱没卖你看卖吧，一分钱没卖的回去。看我这身上多强呀！你这我这一百，来老一分钱没卖回去。正儿八经问你了，这呢，可是一分钱没卖的回家，你这两这正儿八经问你了。往到底下都得回去，嗯、一分钱不卖。你走吧，那我走了。那、哦、就给我丢我这手里留过来，这一本一百多吧，一百。一百四百啊？四百八百吧。嗯。那这个吧。这怎么能放到这？有贵的。二百吧。二百。啊。对，那个，那走了。能去吧？啊。哦，这真的，能去吧？啊。再卖点啊。好。走。晚上回来了，你看姐，你有点事你回来了，你看我干活干活，到那都给卖了了，要不然我回来更早。嗯，到人家红了爹去了，我又给他帮忙卖卖。是啊，卖不着姐给你吧，卖四十多块钱。干活吃，给姥姥，给你吧，包给俺舅了，给你你得在家了，卖个菜卖个干净的。要给拿个包嘞，我家嘞，包拿包嘞。啥包？你姥姥爹吃没了？你姥姥吃没了？我去锄会地，我不是回来浇浇地、压手地，抹地手地。我是吃啥外甥？几个功劳不小。你家比那个一个给你进了打电话，叫咱包好料给人家留个点。这刚到底下人家给我打的，正好剩着点，我给人家好好，我去锄会地。你姥姥在家吃累了。到那挺快。嗯。我要不然倒回来了。这个哄我爹去了，我到那给俺买了，我才回来。啊，你这把是最好的，我家伙还是不要他的。嗯，要没有你要不认识他，根本买不了呀。那谁知道呢？反正我就是给俺帮忙嘛。啊。吆喝吆喝，买了了，俺一块回来了。给比较还能去，还能去的。买点吃的，买四十多块钱，每一个星期才咱吃不了。可吃不了，我也买四十多的。嗯。我家伙，买人不少。再点哈。嗯，去姥姥。嗯。